巴拉圭东方市浴佛除了法水涤心，瑜伽教学也带动体内大扫除。鼻子吸，嘴巴吐。礼佛祖接花香，大人的虔诚延续到孩童的双手合十，众人在未开张的商场走道绕佛绕法，心中自有清净道场。带新闻真善美之工蔡慈琪、蔡敏威巴拉圭报道。